Hello， 各位观众们，大家早安，欢迎来到游戏时光机，我是实况主编。嗨，各位大家早，还记得我上次说什么吗？我上次说，如果可以，我希望这一天开台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新的商人前面，对不对？但是各位，遇到很悲催的事情，有没有看到地图上？我的对面就是满满的辐射区啊！那因为我身上其实根本没有现在所谓的抗辐射装备啊，过去就是得死啊。所以对，没有错。关于我们前往新地区的野望，在还没踏出第一步，我们就被打枪了。对，我们就受到严重的阻拦。那还有3公里。但是当我跨过这里，就不再是我的熟悉的区域了。下去。当我踏上这片土地，再往前走，那就是废墟了。废墟就有布满了严重的辐射，那就不是现在的我。你看，然后它就开始掉血，所以没办法，各位，前面已经不是我能踏足的领域了。所以我们的拓展商业路线计划被迫告终了。那在这样子被迫告终的前提下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机车的、欸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我们当然只剩下多砍点木炭，然后换条路回家，看能不能在回家的路上额外多赚点东西吧。今天好炮啊！今天开枪有点炮一个喂，平常已经够炮枪了，怎么觉得今天又更炮了？然后我现在肚子超饿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所以，总而言之啊，看来短时间内我是没有办法啊，前往这个第三商人啦，除非我要绕过整个辐射区啊，但是我不知道辐射区涵盖有多大，所以绕过去其实有点不切实际啊，不切实际。哇，我的车我已经停满了动物，是哪种？别跑！竟然没有一箭双雕，太可惜。现在是超级负重，我的身上。好了，各位，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我只能骑在外欧多拜，寻找下一个方向了。然后，马上就被迫停下来。刚为什么卡蛋？哭哦！所以我刚刚是卡蛋哦。机车。
车，我不是开枪开到一半突然换枪吗？是因为我以为我没子弹，就不是，是我卡弹。哇！哎，各位，这个抗感染哦，就刻个蜂蜜啊，这就没问题了。啊，骨折，我们身上有甲板，哎，这也没问题。好。既然正路不行，我知道我绕旁边了。天哪，一大堆欸！靠！怎么这么多夜行者啊？这样的来的敌人数还在我们的可承受范围内，没事。我们就多发点碳啊！哎、哦，没看到。然后，哎，其实这样很麻烦啊。没关系，我们。往侧边绕一下，我们往侧边这边绕一下。今天就是开阔新地区，往侧边绕有几个目的。第一个是我想找看有没有，平坦一点的路，因为你们都知道我上周，应该说我这边这样子穿上来，一路翻山越岭很辛苦，就想侧边绕，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平坦一点的路。这样之后，如果真的有需要，可以不用走这么痛苦。因为翻山越岭其实车很不顺啊，因为我现在用摩托车，汽车其实更不顺。认真讲，就是只有直升机会比较，旋翼机会比较顺一点，所以想看有没有办法走平一点的路。绕一下，看这个焦土，哦，看这个焦土延展多远。对，找食物可能也要列入我们的范围之一，行动目的之一哦。不然我们这没有食物好像不是办法。这边有荒木吗？这是荒木地带吗？不像。狗狗，哇哇哇！在这焦土不是很好找路呢。我指的路是我找不太到那种一条道路的那种，因为有那种毕竟骑那种比较。一还是比较快，二还是代表它相对平坦一点。好像找不到嘞，麻烦。大妈，绕一下。越过这座山，我们越过山丘。欸，其实我不会唱这首歌，抱歉，我开玩笑的，对不起。哦，沙漠地带。哦，我们拉到沙漠。哦，这样不错哦。嘿。
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车车卡住了。啊，你就找一下，看有没有其他的路。这是香蕉树吧？我们可能会需要香蕉树，椰子就不用，但我们需要香蕉。哦。这样你都听得到我的声音，不是你们可不可以不要？不要耳朵这么好，这样没有秘密的。然后我快死了是怎么回事？我现在注意到。然后我这一趟出来，我还没带我的抗生素。哇！这一趟出来，我是不是带太少物资了？看一下啊，都是山区耶！天哪，我想要拉到这个位置。这里，越过这一组，往前这边好了，迟早要越过的。哎，哇，里面也是满的哦，天哪！想到吧，我这边其实我也没想到。不要动，130几发，这是有办法的啦，其实。麦格农子弹、电磁子弹就讲伤害够大，所以基本多半都是一枪一支，只要打到的话，对，真正打不到就浪费子弹。枪法烂，所以其实我很习惯把僵尸放进袋的，再来打。哎、欸，嚣张哦！哇，超级瞄边大师，这样的打法都可以瞄边。
不想打太远，其实是我懒得跑去捡东西，我怕它掉这个，掉这个我就一定想捡。超硬欸，这种真的是超硬。我没有办法不要越过这座山啊，好像不行欸。我的家在那个方向，越过其实好像不太行，就一定会有一个面是要切过去的，是不是？算了。先往回拉一点好了，还是想办法不要越那么高，刚那太高了。这说不定能行，对啊，这矮一点就还行，太高真的不行。哎，哦，这个是原本的家，哭啊！这边才对哦，哇塞，哭啊！Jesse， 哎，能够物理碰撞系统，哇！嗨，护士小姐，放进去。身上这有点麻烦呢。坚持不掉眼睛给我，下去，滚，气，浪费我时间的车子，哎 ，Go go go！任务应该是没办法起，但我至少找一条路出来哦。这样没打到，莫名其妙。
是任务可能解不了，但我至少拉一条路出来，让我以后好走一点。这条，等等等，这边是不是也山区啊？完蛋，那条路好像也不太好走。怎么办？我那边好像去山区都不好走哎、欸。好像都在山区里面，这位置好像都被山包住了。嗯，路不太好走、啊。六二，不行，身上已经没食物的样子。没有烹煮过的食物。生食很多，烹煮过的没有。哇，好大一间！这是商场吗？停车哦，好像是停车场。右边那栋好像是停车场，左边这栋应该类似商场之类的东西。左边这个好像是。办公室哎、欸，谁家的办公室设在这种地方啊？不行啊，身上都满的啊，根本不肯逛街。右侧有森林，不，左侧有森林。妈的，左右不分的我，去看一下。其实因为那个找不到商人嘛，所以我目的是找一个好一点的位置，然后把我的专油泵放下去，我的油泵放下去，让它去产油。对，所以我可能需要，所以我才想我找一个好一点、骑车方便到的地方哦。可是因为我那个家里那一块真的是麻烦。油泵好像一定要在沙漠。哎、欸，卡住了。那有限制，然后地形一定要是沙漠地形。对，就跟农耕一定要在森林地形一样，不然就要放那个农地块。上奶茶，你要找哪边的商人？哎、欸，我也不确定他在哪边。我原本要找这个位置，就要越过两公里，但是要越辐射区。但是我现在没有抗辐射的物资，所以等于是现在先不能去找。那辐射区过不去啊，所以只能先暂时撤退了。没法到啊。办法，我只能先撤退了。然后现在就是，哎呦，这里好像不错呢，这里好像还行呢。哦，可是这位置，感觉不如直接翻山越岭进来呢。进到这个沙漠块还比较好。嗯，还有恶魔，
我那边原本就有商人啊，我那边原本就有商人，我是要去开任务，任务有第二个商，第三个商人任务，对，只是因为要横越的位置有点尴尬，所以没办法。哎，对，奶茶你会怎么选啊？是上奶茶你会怎么选？就是我要放油泵，油泵是能产油的东西，但是我要自己过来采收。你觉得在这里比较好？我现在这个位置比较好，我的家在这里啊，在这个位置比较好，还是在这个位置比较好？他也不要在沙漠，两个都在山区，都不方便，交通上都不方便，有点麻烦。你怎么选呢？顺便问问观众啊，难得有观众来。抱歉。想想哈，对，没关系，你想想。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件事。哦，太好了，嗑药咯，反正不缺水，嗑药咯，食物快饿死咯。交通不方便就坐一条路过去吧。不是哦，我现在连血月都不能安然度过，不要想得这么美哦。我现在连血月能不能安然度过都是问题哦，所以不要想说我花大量的物资去做什么。算了，我还是坐在这里好了啦。可是我记得这段翻山很难翻耶，可是目前看起来这段这边要翻过来好像也不好翻，因为这段其实很崎岖，然后这段可能还有什么尾瓜割鬼的。好了，还是去那边走吧，绕了一圈我们会回到最初的地点，哭的嘞。唉，早上一开始就选那边啦，气啊。然后跟你讲一样，挖平一点之类的吧。身上满满的，对，蜘蛛，真的，黑暗降临真的要做的事太多了，一个人真的好硬，比如说，然后所以我到现在已经过了五次血月，没有一次是活着结束的，全都是死到系统放弃我，有够过分。这里有哦。话说黑暗降临的血月规则是不是不太一样啊？为什么我会死一次，丧尸就不出现啊？我记得不是会一直出现吗？就是凌晨两点、三点，凌晨晚上十点嘛，十二点、两点、四点，两点会一波啊？为什么我死一波就没了？你有头绪吗？对于这件事，奶茶你有头绪吗？我记得不是分两步还是三步吗？我怎么每次死在第一步，然后后面就什么都没有？那有够苦药，还有血玉都没有打。先去把我们的专有平台放下去哈。你接下来还是需要大量的油才行。好，看一下哦。其实这边就好了。对。
前面那边其实好一点的样子。可能我第一波僵尸没有起，没有啊，就是我死掉之后僵尸就消失啦、啊。没有，我死掉之后僵尸就通通消失啦、啊，所以我也没得清啊。哦，空投，好久没不见，我好久没靠空投，认真说，忘过去拿个空投好了。虽然说我身上现在是满满满，但拿个点空投应该是可以的吧？吧？可能我第一波僵尸还没清完。不是啊，可是我死掉，僵尸不就全部消失了吗？我没得清啊，因为没有东西出现啊，我没得清啊。哇？哇？怎么会这么尴尬的状况？怎么有这么多东西？不行，食物一定要拿。缺食物缺的要死，这可以不要，这个也很重要，这可以拆了，纸应该可以不要，肉，好，知道了啊，把这个吃掉。这样我就可以再拿一点东西。等等，你复活是原地？哎，算是算是，因为我就自己盖堡垒啊，然后我就是我的防守堡垒就在我家重生点的旁边。等一下、哦，这样讲清楚吗？我熊啊，哭啊！熊在跟僵尸打架，加油！好，那这就不确定了，对啊，就还蛮麻烦。我已经连续好几次这样了，就算我的堡垒离我的家有一段距离，还是一样。所以我不知道说到底是黑暗降临的规则有改呢，还是我卡到什么 bug？ 对，我照你这样讲，那应该是我不知道卡到什么诡异的 bug。这样子应该可以吧？OK， 这里应该可以钻油吧？不要搞了半天，告诉我这不能钻油，我会崩溃哦。等一下。我是不是蠢啦、啊？没有没有没有蠢没有蠢，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没有蠢，你等我一下，怕怕，我想说我是不是忘记带发电机下来，怕死了，不行，为什么？制作区，帮我碰工具发动机，在沙漠中，这不算沙漠吗？应该没改，好、哦，我再研究一下。放错了，这先放进去，这个必要的都拆掉。Hello， 下去。
用。好，代表这里可能还不。完蛋，我还拿不起来。领地十二石头，我住领地十二，啊，你错了。可以用啊，欸，可以用吗？我看错了吗？没有啊，不能制作啊，不能制作啊。还是我错了什么？各位，装上去，离开，再一次。哦，原来如此哦，谢谢，吓死我了。咦，欸，这么少？钱。感谢感谢，哎呀，差点就正笨了呢。有爆，定位一下啊，好，哎呦，这样子就有缝了，然后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哎飘了，那只应该用遇不到。好，又有空投，因为其实后来空投我都没来捡，我家在这个方向。想一下哦，顺便踩点泥土哦。靠，刚刚是不是第一枪我没打他？七，感谢你又七。98175，哎，奇怪，新朋友吗？我没有印象你 ID。但呢？但这是不是这个、坑是不是有点大，啊，等一下这根烧掉应该就好了吧，拆拆开。这个有点碍眼，凹进去怎么办啊？补一下，这样骑过去应该还好。要从这边骑，
很补土，对啊，要做补土就觉得很麻烦，随便先补一下，之后再说，先把时间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。啊，我刚刚是不是没有看要花多久？就是那个油要花多久？真麻烦。我们下次来的时候再一路挖过来试试看好了。紫竹子，有个球场。终于啊，各位，我们回来了！哎呦，这么晚了，天哪！就我们这天什么事都没干呢，必须说，认真来讲，我们今天什么事都没干，就在外面晃悠了一天。没事啊。好，我们下一次我们要去找车厂去拆车。堡垒了，在这边啊。上次死在这里，哎、欸，我上面电是不是没关？哭啊！我在浪费电，破坏地球生态，孩子。我上次就是这边没有守成功，然后跑下来死在这里，然后我僵尸就不会重生了。然后搞得我满脸问号，我就不懂为什么我僵尸不见了。所以我就又被放烂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样子，真的会气死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车骑近一点好了，车好远，车上有东西，等一下要拿。车骑近一点。哎呀，今天好多人啊！大家晚上好，晚上早上好啊！各位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就差不多了，因为接下来就是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在整理家里了。唉，结果还是装到了第三个墙，原本以为不用的。西带式厕所，哦，是为了那个。原本以为可以不用的，就不行。被迫撞到第三个了，那就先这样啦。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实况，不妨到 Twitch、YouTube、FB， 在这些地方帮我说句“游戏时光机”呢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以及追随。想看更多影片，不妨点旁边的小框框。再次感谢各位游戏时光机，我是实况主编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